在制作这个产品的时候，你健康之前是有什么问题的？有的，糖尿病啊，血压高啊，胆固醇什么都来哦。你几时开始发觉你自己有糖尿病啊？哇，2010。2010，现在就5年了。嗯。五年了。胆固醇、血压高呢？有多少年了？一样啊。也就是五年了。一起接到的啦，医生。哦，这有吃药吗？你？有吃那医院的药吗？像你糖尿病最高的时候是多少啊？14哦。最高的时候是14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有吃药打针吗？没有。有没有打过针，才是吃药不了。但是吃很多药哦，吃两粒这样啊，那糖尿病啊、血压高那些一粒不了了，血压高的、胆固醇一粒不了。像你吃了5年的药，这5年你觉得身体会怎么样呢？时常去接咯，接那个腰子啊、心脏啊，全部有接的医院。像你吃了这个鱼胎素阻击过多久，你就看到你的效果？一个星期哦。感觉怎么样呢？吃了一个星期之后，比较好啦，那它改善了，变到6点了。一个星期你就查到它6点了。然后一个月后呢，你还有再继续再验血吗？有，天天都有验哦。然后这现在这几天呢是多少？全部6点6点多这样啊。6点6点多。嗯。OK， 就吃了一个月时间就这样了。睡眠呢？睡眠很好。睡眠很好、比较好睡。以前我不可以睡的哦。是吗？你会半夜起身啊？不是半夜，看小孩子起身我就起身了，不可以睡，他醒了我就不可以睡到天亮的哟。这样哦。那你大概吃了多少，你就觉得有精神了？现在加一个星期后，我都有精神了。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板陈先生，他介绍这个鼠鸡锅给我吃，我的妈妈吃。因为我妈妈她有糖尿病、血压高，胆固醇已经有5年了。她从我买给她吃的开始，她就已经从14点跌到6点去了。我觉得很神奇，这个鼠鸡锅，它可以带给我妈妈很健康。我妈妈已经开始从她自己的西药减一半了，她的药没有吃那么多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，这个鼠鸡锅真的很神奇，希望它可以帮到很多人呐。我现在减到一粒，吃一粒罢了，以前是2-3粒的。现在已经吃到一粒了，我也很高兴，希望他的健康永远保持这样子好了啊。我最重要他的健康啦，现在啊，钱我可以慢慢找回来，真的最重要他的健康，健康他健康好，我们就可以很开心。